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能聚在这里。就像刚刚会前祷告的弟兄姐妹说了，这是一个圣诞的季节，我们都在聚在这叫来 celebrate， 我们来庆祝来庆贺我们的耶稣的诞生。那我也很高兴说我们在这个忙碌的季节当中，让我们不断的来思想耶稣的。很高兴看到卫平传道来到我们中间，太高兴了。我们在这段季节里，让我们不只是跟我们家人一起团聚，我们也这个就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来 celebrate 我们耶稣的诞生， celebrate 他的救赎，好吧？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从你们座位上站立起来。那我们在我们要用歌音我们的歌声来在敬拜我们的主耶稣之前，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宣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在家里宣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要邀请大家弟兄姐妹跟我们我们敬拜团一起来宣告。好，当我来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看你们答案是对还是错，希望我们能宣告，一起有同声来宣告。好，是谁？他是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叫以马内利。耶稣，阿门。哦，说耶稣是要有信心哦，要有信心。现在是谁的名？他是奇策的，他是全能的神，他在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是的，阿门。是谁？他是应许我们，他可以挪开一切的大山，还为我们开路的。耶稣，阿门。是谁说他是？他为我们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救赎。耶稣，哈利路亚。是谁让我们有恩典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聚集来敬拜？耶稣，哈利路亚。还有一个，是谁让我们很喜乐的可以来跳舞敬拜他？ Man. 耶稣，好，你跟你旁边说，你要开口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你要开口大声敬拜我们的神，而且还要动动你的手，动动你的身体。我们要来为我们耶稣来跳舞敬拜他，谢谢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赐给我们一切的救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道路会是很崎岖，但是你是我们的主，你要来挪开一切的大山，为我们来开路，这是你的应许，我们相信。Amen. 因为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哈利路亚。Amen. 一起拍手，欢迎我们的耶稣与我们同在。宣告耶稣，你
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连我都将荣耀归给你。献上生命。
全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一直牵着我们的手，我不再惧怕，因为有你同在。你是那全能的神，奇妙的测试。不论我们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来渴慕你。求继续与我们说话，因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你的话语指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是谢谢你，让我们能来敬拜你，让我们能来自由的敬拜你，让我们真的更好宝贝这个敬拜的权柄，让我们更多的来跟随你。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主啊，我们要永远爱你，我们要来跟随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中，我们更多的更多的来感谢你，谢谢你从岁初到岁末给我们那大大小小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谢谢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有那美好的计划，感谢你让赐给我们这个圣灵，西雅图灵粮堂有那应许之地要去得着。我感谢你，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阿门。在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耶稣爱你。”